喂，快看新闻，出事了！这三年，我一直忍受着陆总对我的骚扰，要不是因为合同在身，我才不会委曲求全。本以为我姐姐苏北坚守了幻真星宫之后，我就解脱了，可没想到他们都是恶魔。上车。绝对不会冒着被报复的风险把真相说出来，请广大网友帮帮我，请广大网友帮帮我好不好？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，有人刻意在带节奏，煽动网友情绪，网上的舆论全是一边倒，都在抨击我们。董事会那边知道了，让你立刻给个交代。叫公关部那边先不要有任何措施，也不要撤热搜，15分钟后紧急开会。好。哎，小心！什么呢？陆南。